哇！第二次，第一次好像碰到，哎，第二次哦，船，因为他用一次之后，他沙会软掉，这个沙会软掉，哎，嗯，第二次这个再下去了，哈哈哈哈，有些深，有些没那么深。像这种一般正常情况的话呢，一般正常情况是多深？大的，像这种大个的，还能多比较深，大概多深啊？有没有五公分以下？哇，要有七。那那个它在沙没有办法那么进那么快啊，没有办法那么深。啊，你那个你的水里它就它会深进去啊。哎，沙。越大越深是不是？对，哦，越大越深。来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今天啊，我正好啊遇到一位老大哥，哈哈，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爬滚蛤啊蛤蜊的工具，啊，这样背在腰上面，这样来接力，哦，这样来拉，哇，我觉得好吃力啊，很哇，要很用力才拉得动。不会吧？哎，你说你那个啊。斜度不对，要几十度角啊？那个斜度不对。对，要几十度角要来，你来示范一下。要实力，沙滩上我做得到，想抓是不是？哈哈哈。像这样啊，来，我这样我们都是这样。嗯，哎呀，这么轻松。对啊，这个斜度它刚好插进去啊。哦，这个要斜的。你要有那个角度啊，这个爬。